近日，周笔畅接受采访，说自己一直以来都不太喜欢大众喜欢的东西，也承认自己的音乐现在越来越小众。当主持人提到超女前三甲里，李宇春和张靓颖发展得更好，周笔畅表示，可能在有些大众眼里，他们确实发展比我好吧，但是每个人追求的东西不一样，我追求的一些东西也不是所有人能明白的。我想要追求的自我价值就是我可以去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然后并且把它做得很好。那我做到了的话，那个是我的价值，就是不断的去在自己有限的生命里，然后去丰富自己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